老板，这个间谍鱼多少钱一条啊？25一条的。这个呢？这个是22的。哦，这就22的。哦，因为有大有小。你抓鱼的时候为什么不抓一样大的呢？不行，它长得不一样啊。哦，长得不一样，就像人一样，有个高的，有个矮的。对呀、啊，还有公还有母啊。这你手里这条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这个应该是个母的。深海鲽鱼有多深？在大海里啊？几千米吧。几千米，哇塞，那绝对深海啊，跟核污染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啊，这个就称为叫咸鱼翻身，这是咸鱼吧，老板？咸鱼，一卤鲜的，一卤鲜就是青岛一卤鲜间谍鱼。老板，这个鱼的鱼头不好吃，都被你丢了是吧？这个鱼头就是都要那个烧烤店吃。哦，你只用鱼身子，你们是战略合作伙伴。哇，这太香了，待会儿你多吃条，这个天太热了，还好我带了冰可乐，喝点儿。算了，我这牙齿一吃冰的就会酸软。你这是牙齿损伤，换舒适达的专业修复牙膏，2周左右就缓解了。这牙膏的 Novamin 技术以前修复骨头损伤的，内能修牙齿芯，外能形成保护层加固，就不怕吃刺激的东西了。刷牙的时候有点热热的，释放修复成分。确实牙敏感就找专业的，咱这行有口好牙才能吃什么啊。这就可以了，漂亮，好嘞，超级的棒，哇塞，进去油，然后行云流水的就来了，色泽金黄，外焦里嫩的。你看这个大鱼跟脸一样大，只要25块钱。它这个边已经煎的是酥酥脆脆，太过瘾了。这个雪白雪白的肉非常嫩，非常鲜，没有其他复杂的东西，就是食材好。